触键，我是跟一个弹键盘的老师学的这个词儿，就是他弹钢琴的那个手怎么去触这个键，然后出来什么样的声音，其实有一点概念上主观上的东西。然后英文那个单词叫 articulation， 我查了那个翻译，可以翻译成发音。然后我觉得鼓也是有这个东西在，就不是触键了，就是触皮了，就是这个鼓棒和这个皮接触的那一下，然后决定你这个一个音符出来是一个什么样的声音，可能有点玄学，但你觉得是存在的？对，但我觉得存在，我也觉得是存在，而且挺重要的。可能就是我那个老师他经常给我说，说同样一个音，比如说我往回这么弹和往前这么弹，可能声音就不一样。就如果你纯听，那你大概率听不出来，但是如果你看这个人演奏，你看到他做这个动作，然后再听那个声音，你可能就会觉得他不一样。 OK OK。 然后我觉得鼓反正任何乐器可能都存在这个，就是演奏嘛，那个演的部分也是会对奏出来的声音有影响。然后鼓的触键，其实我看好多厉害的鼓手，或者说就是经常去一直练习维持着一个很活跃的演奏状态的鼓手，我倒是感觉可能那个发音会偏单调一点。怎么叫单调？就是，他的那个发音很怎么说，很熟练，很精致，或者说完美，但是可能那个选择比较少，缺少意外。对，好多那种所谓的那种大师级鼓手，其实大师也分那种不一样的，就是可能比较精致，略微有一点明星化的那种，他是要靠那种很稳定的输出去达到一个怎么说，树立自己的风格和这个音乐上的一个形象。但是那种呢，就是缺少意外，缺少各种变化。但如果有那么多变化呢，可能就没有很鲜明的个人风格。但我觉得就是练习的时候或许可以尝试很多不同的触键或者是发声的方法。你一说这个，你让我想起来谁吗？啊 ，Dave Farco。其实是这样，就是 Dave Farco 的演奏非常具有他个人特色，就是对，你不需要看到这个人，就是你只需要听到这个音乐，你就知道是 Dave Farco 演奏的。但是缺点是什么呢？我知道有很多 Dave Farco 的乐迷，但我在上面我也是，对，我们都是 Dave Farco 的乐迷，深受 Dave Farco 影响，我们非常热爱这位老师。但他的问题是，他跟任何人玩乐队，这个乐队的名字都是 Dave Farco 乐队。他自己的乐队 Dave Farco 乐队 OK， 你一听就 Dave Farco， 他给 Chick Corea 打，你一听反正还是 Dave Farco 乐队，然后他给那个弹吉他的 Oz Noy， 他还来过昆明演出嘛，他带着 Oz Noy， 贝斯是那个左手贝斯 Jim Haslip， 就是黄夹克的贝斯，Jim Haslip 非常厉害。然后你闭上眼睛听 Dave Farco Dave Farco 除了给外国的音乐家录制很多音乐，他还给中国的一位音乐家录过专辑。这个专辑还在发布之前，我们刚好在一起吃饭，Dave Farco 就给我先听，他说这是你们中国的哪位音乐家，他演奏的非常棒，我打的鼓，然后 Tom Kennedy 弹的 bass，我说很棒很棒，我说这个小号是小号来，其中有一首我们邀请了 Randy Brecker 来吹小号，那都是大师级的人物了，对不对？然后他说我放给你听听，我说好好好，一听这不就是 Dave Farco 乐队吗？那个其他的那些部分你换谁都行，就是你 bass Tom Kennedy 也行，你换 Jim Haslip 也行，换 Kristen McBride 都一个声啊，都一个效果。但是就像你说的，它非常稳定，没错，就是它多少年来持续稳定的能够输出同样的艺术效果、艺术结果给大家，这个是重要的。对，就是你想看它的时候，你去看它，它就是那样，你就会很满足。对，我感觉太好了。对对，但是我就是想说，你练习的时候，或者是你真正就除了那样的鼓手，
我们大多数的鼓手，比如说干活，或者是甚至说就是跟朋友玩个什么东西，他可能需要的就不是那种持续稳定的那样的东西。比如说你在这个小排练室里边，如果你还是那样的力度或者是那样的发声方式，可能你这个排练没办法排是吧？或者是如果你在一个很大的一个场馆你要演出，你还是那个力度，可能它有点不够。哦，对对对对，就是所以可能你练习的时候多一些变量，然后可能你能适应更多的场景。对，然后再就是这个音色和这个音乐的搭配，就比如说你一个很松弛的一个重音，但是如果你在某些音乐里边它可能看起来就有点不搭，就可能只听的话还好，但是如果你真在那个现场去演，比如说是一个很重的乐队，但是你的动作又很松弛，可能音量够，然后那个音色也可以，但是看起来有点不太对劲儿。跟我们俩刚刚看那个乐队一样，那个乐队奏 Metallica 的作品，但是对，我们俩心里都知道，这个乐队绝对不是搞这种风格的。没错，就他心里是干别的事情的。对，他很优雅，很从容。对对对。但是那种音乐呢，可能反而需要你生硬一点，需要你的肌肉紧绷一点。对对对对。愣一点，甚至是有些瑕疵。对。然后就是关于这个，就是可能你练的时候会有一个比较完美平衡的状态，但是如果你只局限在这里边，就也不是不好。但是就是局限嘛。